吼吼的心愿。我本来在画画，后来天天和淘淘拉我去找吼吼。他们找我？干什么？然后我们就到了树林里。吼吼，你在哪儿？我觉得应该到树林里去找找。对，没准吼吼又在睡大觉呢。啊，你们看。啊？小心啊！天天、淘淘，你们没事吧？香香，我们遇到大麻烦了，你快回去找小小鲁班和兰花老师。我害怕。不要怕，就靠你了，加油！快去叫人吧，香香。我碰到了吼吼，就回到乐学乐园了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明白了，快！要不是摘那个果子，我们就不会掉进坑里了。淘淘，别担心，香香一定会叫人来救我们的。好可怕呀，天快黑了，咱们来唱歌吧。好吧。一朵花，两朵花，三朵，四朵，五朵花，花儿不开，不开难结果呀。潇潇怎么还没回来呢？他不会是迷路了吧？咱们自己也想想办法吧。兰花老师说过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把东西往上扔，别人就会看到。那把鞋扔上去吧。嘿，哇，嘿，哇，哇，嘿，嘿，嘿。我的包颜色比较鲜艳，把我的书包扔上去。嘿，还有我的，嘿。我们大声喊喊吧，一二三，来人呐！再喊，来人呐！啊，什么东西？好像是只鸟。哦，我不是鸟，是蝙蝠呀，我叫瘦瘦。瘦瘦，你怎么掉进来了？我在树上睡觉，被你们一喊就吓得掉下来了。对不起，瘦瘦。没关系，你们怎么掉下来的？因为这个……瘦瘦，你能帮我们一个忙吗？麻烦你到乐学乐园去找小小鲁班救我们。没问题，不过得等到太阳落山之后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蝙蝠呀，晚上才能飞出去。不好意思。快了，快了。一只橙子的距离就落山了。香香，走哪边？右边。红纱巾是我做的记号。啊，太棒了！这个红纱巾既能当记号，又能提醒大家别再掉进坑里了。嘀嘟，香香好聪明。香香带着小小鲁班赶到了，他们能顺利的把天天淘淘救上来吗？咱们明天再见。